第十六拜，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德风花雨，妙香天悦，泉池林树，宝网灵禽，色光声香，遍满佛土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增益有情，殊胜善根，大愿大力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里讲到极乐世界的自然境界，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德风花雨。这个风是德风啊，很清静啊，很温和，很舒适。花雨，它没有下雨呀，它只是风吹，吹到天上落花，花很多，花瓣儿一半儿一半儿下来，跟下雨一样。花落在地下呀，随着颜色不同，红的跟红的花瓣儿在一块儿，黄的跟黄的在一块儿，自然在地下就成了图案，很美丽的地毯一样。你要踩上去，脚踩下去伸四指，因为它是软的。你踩到哪个地方，这个花瓣下陷四指，这些软的东西踩下去，你起来以后它又是平的了。这个德称为花雨，花下雨呀。它是一天几次吗？满地都是花瓣，而且花不是乱杂无章，东一堆西一堆呀，是各种颜色组成了很美丽的图案，都是花所成的。空气里头，空间都是微妙的香，因为它这个世界，一切东西都是各种宝所成功的，也是各种最上的香所成功的。因此，它一切的万物都在放香。这个香有种种好的功德，能够让你增益种种善根。这个香也普熏一切世界，极乐世界的香。所以有些人在修法中闻到特殊的香啊，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极乐世界的香，你现在心里清静，你闻到了。再有这个空行母来了，天人来了，你这里也会香。就是这个香啊，花香啊。天悦，极乐世界到处都是，风吹的，树上都是有铃铛，有这种铃都会响，自然而然就奏乐。所以树、网子，树上都有宝网，屋子犄角上都有种种的悬的铃，叮铃叮铃，自然就是奏乐呀。到处是妙乐，天中很多演奏，许多音乐呀。泉池，泉水的池，
流泉的池子到处都是，上面都是莲花，各种啊，白色白光，黄色黄光。所以无量寿经说，随风散覆，盐水流分，随着风都散布这个香气呀，沿着河流的水，流水流的是什么呀？流的也是香啊，也都在放香啊。而且这个水它妙，就妙在这儿呀。敦煌有一张画，画的极乐世界的游泳池，多少头上有圆光的菩萨在池里头游泳，岸上坐着很多就是游泳池畔在看游泳的，都是穿菩萨衣，头上有圆光的。他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嘛，你可以游泳啊，可以歌舞啊，都有吗？那是清净，是快乐。而且他这个泉池就是不可思议呀，大家都在一个池子里头，可以随个人个人的意思啊。有的人你喜欢这水只到你脚面前浅一点，对于你说就只到脚面。有的人希望深一些，有的人希望淋浴，从上往下灌，各种各种，都是一个池子，随一切众生的心。所以这就微妙，不可思议了。这是什么水，能如此的聪明啊？所以处处那都是阿弥陀佛的心嘛，不然他怎么能知道所有的人你在想念什么，而且马上就适应你。处处是如此。水出现，演说种种的法，显的密的，有的听得灌顶受位的，有的听种种的各种声音，各种声音是你想听什么听到什么吗？你不想听，它不是变成噪声。我这个隔壁过去有人放大喇叭，这儿住着一个姓吴的，就跟他说，你这个噪声干扰我。隔壁放大喇叭的他说，我放的是音乐。吴姓邻居说，不管你音乐不音乐，我不想听的时候你来叫我听到就是噪声。是对的吗？他不想听，你放得这么大，你说音乐也不行吗？极乐世界不是这样，你想听就听到。换句话，你想声音大就声音大，你不想听有都没有了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所听到你马上相应。所以不论干什么，你就在那儿游泳洗澡，都是在进步啊。所以这就是说泉池啊。林树，所谓七宝树，不是故宫里看见的这样一个宝那样一个宝，金子
什么什么合成一个树，那个树送给我都不要。碾工说着就开怀大笑，还不如我这样的呢。它是美的没法说了，只能拿什么珊瑚、玛瑙做比喻，就说七宝树，它又光明又清净，颜色又好看，像世间的什么什么宝，不是真的那种很机械，那种宝来凑成这样一个盆景，那个盆景呆板的，那就是有钱人的、俗人的一种愚蠢的享乐，不是这样。它是黄金为地，那是不是也讨厌极了？金子又冷，它不是，它是柔软的。那个花踩上去，没有花就是金子，所以黄金为地，其处柔软吗？不是我们世间的金呢。这个世间金有什么好处？它光色，不会受一切的腐蚀。铁就要长锈，铁长了锈多难看呢，铁锈难看极了，腐蚀。但金子从来不长锈，永远光色，而且一般都是金色光明嘛。所以用黄金来告诉你，你可以懂得，并不是真的又冷又硬，那个黄金在那儿构成一个底面呢。总之都是非常微妙啊。七宝树，宝网，树上、房子上都有七宝，种种宝、种种灵、种种乐器组成的网子，在那儿盖在上面，种种的模拟宝，种种东西发光，它发光，它散香，出音乐，这一切都是如此。灵琴、鹦鹉、嘉陵、平茄、共命之鸟等等的，这个色、光、声、香，种种都有种种的颜色，种种颜色中又出现种种的光，种种光中又出种种的颜色，互相交换变化。这个刚才说了香，说了声，处处风吹，什么什么都发出了微妙的音声，这个色光声香是遍满佛土，到处都是一样的。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极乐世界是成就了这样的功德庄严。这样的功德庄严做什么呢？是增益有情，殊胜善根，落实在这一句啊。这一切一切都为了来增益，增是增长，益是饶益，让有情众生殊胜的善根得到了增长啊。大愿大利，这是大愿之王，大愿而且形成了力量啊。
成了愿力呀，所以是大力。所以能够成就如是不可思议的庄严呢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随文入观，就想到极乐世界的情景，色光声香，种种花，种种一切一切的殊胜。